你干嘛把我们村的小月抓起来啊？你看见什么？什么也不没看见。干死你！真是。哎呀，小兵怎么走路的？太可怕了啊！什么可怕啊？那边啊，有个两个穿着娃娃衣服的人，想挖我的眼睛。看见那个两个人把小月这样滚起来，哎，我就把小月绑起来啊！对，吓死我了！往哪走了？往村口那里走了。啊，你快点去通知村长，你要报警，我就去看一下。快点，站住，站住！你们两个什么人？马上把人给我放了！放了！哎呦，你这个狗东西！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马上把那个小妞还过来，要不然等一下没有你的好下场。什么没有我的好下场啊？你们两个也是够嚣张的啊！就这样压着我们村的人，大摇大摆的就想出村啊啊！我们就这么想玩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劝你马上的滚蛋，就当今天的事你没有看见一样。要不然等一下我们两个没你的保安，我们也炸了。听到没有？你们两个究竟想干嘛？干嘛？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两个就是这个心狠手辣、无恶不赦的人贩子，当然是要把他捉去卖给大山老头了。人贩子是吧？人贩子是吧？啊！哎呀，听到没有？我兄弟能让你随便踢的吗？哎呀，不能放过他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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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个臭狗啊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人贩子的闲事你也敢管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们这种人动手一个很大的成果了。我劝你啊，不要再所谓的挣扎。挣扎？谁挣扎呀啊！我告诉你，还动手是吧啊！我不是管人贩子的闲事，我是管你们这些不法分子的闲事。对，胆敢来我们村抓人，但我这个保安不存在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们这里人，谁在我们眼里都是透明的。哼，透明是吧？哎呦！你啊！哎呦！怎么了？啊！弄死你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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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你子孙给你没了，够了！我说你个臭保安，今天你居然敢动我们的闲事，有种的，你跟这个小妞就站在这里，给我等着，兄弟！哎呦，你等着是吧？兄弟，回去叫上二十个兄弟过来，把他弄死！哎呦！咬人了啊！废话，我跟你说。不摇人过来，把你这个脑袋拧下来，不解我们心中之恨。摇人谁不会啊？我已经叫我们村长报警了，我也会摇人，叫警察来收拾你们。谁敢报警，我就给你摇。这臭保安太牛逼了，今天可能会杀了。还想动手啊？在我面前欺负我们村民啊！饶命啊！行了，干嘛呀？别再打了啊！别打！饶命啊！还嚣不嚣张？今天你们这种人还饶命？你们怎么没饶过我？如果不是保安出现，会挨着那个村民的通通报信的话。我让你搬到哪里去了？马上就帮我们数钱呢、啊！还数钱？行了，你这个臭保安，今天我们两个就给你个面子。那个小妞我们不要了，我们也不抓了，兄弟走吧。我看你们两个是钻到钱眼里面了是吧？啊，
为了挣这些黑心钱，你们命也不打算要了是吧？好，既然不打算要，我成全你们，送你们去吃牢饭。你敢？我跟你说，等下我大哥就带人过来，把你们整个村子都打平。大爷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就被你们毁了，家破人亡了。不用等你大哥过来了，我现在就把你送去派出所。对，亚楠，你想象那不要钱的难道他们这种目无王法的人，就是你什么你啊？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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